灣仔海濱長廊呢個項目係以聯繫海濱作為主題，目的係重新聯繫翻海濱附近嘅休憩空間。臨海設置咗相框造型嘅涼亭，可以遮陰，市民可以舒舒服服咁欣賞維港嘅海景。而海邊嘅地圖俾市民了解咗灣仔海岸線多年嚟嘅變遷。另外，一家大細仲可以帶埋寵物嚟呢一度散步，喺草地上面嬉戲。還可以在霓虹燈前面拍照打卡，我們希望這個地方能夠成為市民休憩的好去處。